一天供应三餐的学校食堂，八月一号起一天一餐无肉营养餐。我们也希望学生嘛，在这个中学的生涯学会了怎样吃的健康，而不是只是吃他喜欢的或者是偏食的这个问题，可能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进来，以后他会可以照顾好身体一生一世。营养师把关，做到菜色丰富、营养均衡，锁住好滋味。觉得今天的炒饭不错，它不会太重口味。我都觉得那个海苔碎配跟那个炒饭是很好吃啊。这个营养餐很好吃，谢谢营养师。Amanda 师姐，她是源自于八珠八峡的仁医会的营养师，她本身也是在这个卫生局上班。她其中的一个project 就是在推动全马的健康饮食，她的目标其实就是在推广植物蛋白，而且更健康。那更重要的就是说，也可以推动环保。中林独中的蔬食校园计划，2020年慈济志工就积极推动，新冠疫情反反复复一再推延，如今无肉营养餐终于起跑，校方也会定期为学生测量身高体重还有体脂率。因为中林独中在全马来西亚是名校，每一家学校都在看着这个学校在做，当这个计划成功的话，我相信可以影响到其他华小去跟进，你这样子才有办法整个影响整个环境。大爱新闻杨子泰、余韶莲、陈敏，马来西亚报道。